搞派对呢，真系近期咧都系搞出祸嘅多吓，大家都有留意到吓，唔单止喺香港，远在英国都系咁样。英国首相约翰逊嘅派对门丑闻事件，陆续都有啲新嘅指控。英国嘅传媒喺星期一1月10日咧就有个报道话，约翰逊嘅私人秘书喺前年5月第一次封城期间向超过100名嘅职员发咗一封嘅电邮，邀请佢哋自备酒水参加首相府花园嘅畅饮聚会。有目击嘅人士咧就话，约翰逊同当时嘅未婚妻咧都有出席嘅。警方表示已经知道呢个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嘅聚会噶啦，已经同负责监督政府政策嘅内阁办公室咧系联络紧。呢个聚会吓系喺2020年嘅5月20日举行嘅。最先咧就系由约翰逊嘅前顾问金明斯 Dominic Cummings 上个礼拜五喺网志嗰度披露嘅，真系唔知点解咩乜头乜路佢会披露呢件事出嚟。英国电视台 ITV 新闻喺星期一咧公开咗呢一封由约翰逊首席私人秘书雷诺兹。Martin Reynolds 向超过100名嘅首相府职员发出嘅电邮邀请，当中系咁写嘅：经过一段相当忙碌嘅时期之后咧，我哋认为可以充分享受呢个美好嘅天气，今晚喺唐宁街嘅花园保持社交距离咁畅饮系好好嘅。傍晚6点恭候，自携酒水啊！报道又话咧。當日最終咧係有30-40个人出席到啦，而當時咧餐桌上面都係擺滿咗食物同埋酒嘅。BBC 有引述到啲目擊嘅人士話嚇，出席者咧就好似啱啱所咁所講啦嚇，包括約翰遜同埋佢未婚妻西蒙茲。英國當時咧係封緊城啊，5月20日嗰日。文化大臣咧，杜永敦啊，先至喺记者会嗰度提醒咗民众咧，只可以有2名嚟自不同家庭嘅人喺室外聚会嘅啫，喺公众地方咧，仲要保持2米嘅社交距离添。嗱，呢一场嘅聚会吓，系激嬲咗新冠病毒死者家属染疫丧亲家属组织。呢個組織叫做 COVID-19 Bereaved Families for Justice。佢嘅發言人布雷迪 Hannah Brady 咧就話嚇，佢嘅爸爸55歲嘅爸爸喺雷諾茲發出電郵嘅4日之前係離世嘅。佢話舊年9月咧就係坐喺同一個花園，望住首相，仲對佢咧係講佢父親係點樣過世。首相就話俾佢聽，佢已經盡力保護佢爸爸噶啦。當布雷迪是知道首相在他爸爸死亡證被簽署那天在那個地方聚會，想到這一點就令他覺得相當之嘔心。衛報在上個月才公開了一些照片，顯示在那個聚會的前5天，約翰遜和西門茲是在首相府的花園。約翰遜星期一被問及有沒有參加5月的聚會的時候，他就拒絕回應，话而家咧系由高级官员调查紧，所以咧就唔答字啦咁。不过更弊嘅咧就系呢个派对门嘅争议越闹越大嘅时候咧，又有另外一个消息传咗出嚟咧，就话首相府咧被指系要啲员工啊将个证据系毁尸灭迹嗱，呢个好严重，呢个系牵涉到诚信嘅问题。英国独立报就引述咗2个消息人士嘅报道。就話有首相府嘅資深職員咧，係要求下屬刪除手機裏邊可能顯示首相府喺封城期間舉行 party 嘅資料，同埋任何顯示佢哋曾經出席又或者知道有咁嘅活動，睇起上嚟似 party 嘅信息，以免被要求咧係呈交作調查嘅用途。呢2名消息人士就透露啦嚇。刪除影像和通訊資料的建議是上個月頭才發出的，當時已經有報道是揭露首相府曾經舉行過 party 的了。其中一個人就說他是被
告知要删除任何可能俾人咧唔好观感嘅资料嘅。咁啊，梗系啦，首相府嘅发言人咧就否认有关嘅说法吓，话佢哋冇咁做过，就话职员咧其实系反而俾咗清晰嘅指引佢哋，系要佢哋保留相关嘅资料，同埋系全面系配合调查嘅。呢个派对门事件咧，系触发咗朝野议员同埋公众嘅愤怒噶。约翰逊咧就一路拒绝交代究竟有定冇出席过个 party， 直至到咧系前日喺国会咧，佢先至承认当日系有出席过呢个派对。嗱，佢有一个说法噶，佢话佢只系逗留咗25分钟就离开噶啦。不过有趣嘅咧就系佢话呢个系一个工作活动。佢事后谂翻转头，佢当时咧应该系叫所有喺 party 嘅人走离开，翻屋企。佢仲话，当民众认定制定防疫规则嘅人喺首相府都唔守规则嘅时候，佢哋对佢同佢嘅政府感到愤怒系可以理解嘅。咁又话，虽然冇办法预计由内阁办公室副常务次官格雷啊 Sue Gray 吓负责嘅派对门调查结果会系点，但系佢点都知道咧系有啲嘢做错咗噶啦。所以咧，佢就由衷道歉嘅。嗱，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之英式、好 British 嘅回应，喺一个死不认错嘅情况之下咧，希望能够平息公众嘅愤怒。不过老实讲，约翰逊真系避得一时，都避唔到一世嘅。反对党工党嘅党魁司纪贤啊，梗系穷追猛打啦，就问佢：喂，咁你究竟会唔会辞职先？约翰逊咧就话唔认为喺独立调查有结果之前咧系辞职。这个结果迟早都会出来的。其实保守党高层已经有一个表态了。星期二在下议院的茶室，据报道他们喝茶，在喝茶的地方一边是愁云惨雾的。议员已经开始讨论谁来接替约翰逊。其中一位议员还说，宰相辛伟成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成为首相。现在就似乎不是讨论首相应不应该会不会下台，是几时下台的意思。保守党的主要金主考德威尔 John Caldwell 都批评政府是傲慢和虚伪，还向约翰逊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你快点将问题解决它，如果不是你就让位给人，等其他的人来解决，免得保守党在下次选举的就大败。嗱，呢一个就英国嘅问责制啦，同我哋嘅所谓问责制系咪有好大嘅分别呢？出嚟一齐倾 ，OK， 每次 freestyle 真系有啲惊，好，不如 save for 演奏听 ，OK。Repeat。You ready? I'm ready. One, two, three, four。又到咗九点钟，大家一齐坐定定，系时候一齐打。
打開手機睇 Stephen King， 喂，麻煩大家全場一齊俾啲掌聲。今日全部女 fans 俾咖啡因收曬做 band。Hey Gaga。Why Stephen King？ Yeah， he's the talking king。記得 watch 佢個 channel， 俾個 like and 加個 smile。多謝曬 ，Bravo！ 今日就係咁多，我中意呢度講完呢度散。喺呢個散場嘅 moment， 最好咧就係用 Mr. Expand 植物科學防疫噴霧四圍噴，等佢裏邊嘅磁子提取物啊，將啲飛沫、細菌、病毒啱聽嘅、唔啱聽嘅，通通消散曬，咁就放心啦。Mr. Expand 潔癖主義，好主意啊！